去看看的这金木立的碑，我爸爸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去看，哎，对，这个是真的，哎呀，我也有一个建议，哦，我们是不是我们再来一次？既然他不能来，我们去找他嘛。 这个是令牌，就是这个我防我们旧部落的司令牌，这司令牌的树跟那个石板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场域的话，更符合我们古物的一些它原生的出处。这一件呢，一定要回来。这个是重点。我们有看过老照片，是真的有穿到这一件，是有穿到，所以这件很重要。古燕这比较特别，是红色布料。以前的红色布料非常少，这个是伊娜她妈妈。
穿的那一件，哎，那个相片在那边，有没有抱小孩的那个？啊，这张好好珍贵哦。说实在，我们的宝都在80岁以上的这些人的经验啊，因为他们有在日据时代在旧部落有住过，所以他所看所见所闻也很多，所以问一些专用名词的时候，他大概都知道。但是呢，70岁左右的，我问过几个70岁左右的，比较问不到什么所以然。所以说，现在80岁以上的那些人都很重要，作为我们给调的对象哈。中央研究院除了明珠所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的投入原住民的研究，我们也非常重视多元文化的保存，并且致力于多元知识体系的建立。好，今天仅代表中央研究院感谢过去数十年来各位对我们研究的支持。这次呢，明珠所是第三次办这个共作展。共作展就是说，我们明珠所多年来收藏的文物，能够到不同的部落。我们的共作展呢，承蒙多位的立委的督促，我们院长的支持，我们的经费呢虽然不多，但是很缓慢的进行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这是一个再续前缘，也是一个传承未来的缘分的一个经验，一个故事。什么一个阿什玛嘎比亚南，爱珠阿阿西巴布鲁南，啊少扎央啊阿那那玛那玛啊，尼亚爱珠尼亚嘎拉巴，啊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嘎杜阿什嘎比亚南。非常开心啊！就透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，和这个伟大的部落的一个动作啊，终于这批，我真的不想要叫它文物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真的就像他们的物一样。终于回来了。我们一直很安慰的，就是我们部落就一直动起来，一直动起来。不管青年会的成立，青年会交接。丰年祭，甚至于我们这个工作长，不是我们，只有我们几个在动。这里要感谢的人真的是非常多，我们领袖家族、伊奈因家族的人，我们的社区干部，大概每个礼拜开会一次。我们的青年会是我们的劳动阶级，我们叫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很快。我们耆老们常常被我们打扰，我倒是像是一个联络人哈。把大家所有的想法串联在一起，才有办法把这个工作展做起来。这些过去曾经的漂泊一甲子，然后回到
祖林怀抱这样的一个策展，能够呢让勾起大家共同对于我们原住民族文化文物等等的珍藏。在这次的策展的过程中，我们也看到很多部落的年轻人，不管是我们文件站、我们教保中心，除了努力用力之外，从布置到导览，来宾的伴手礼都是我们部落人的心意。今天是8月1号，也是我们原住民日。文物回家的过程当中，不仅在文化上，更是在精神上再次的凝聚，团结了我们嘉平部落的所有人。看到我们嘉平部落的文物，相隔多年之后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真的是让人十分的感动。那林英的妈妈穿着掌柜里的衣服，抱着当时还是婴儿的伊纳里英，这个相片也正好说明了，对我们而言，文物不仅仅只有物质上的意义，它更如同是一个一直在陪伴着我们、守护着我们的长辈。因为这次的事情，我们串联了以前，让我们更觉得我们怎么样都是一家人。之前我们跟台大结盟，现在我们也跟中研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那也感谢在这段期间所有人的帮忙，那真的是很感谢我们青年会，真的非常优秀。在待会我们导览时，也都是由我们青年会的干部来为在场所有的嘉宾来做导览。三五手这样我得叫那么几十来那么大哥一家他们有我们的院长，有我们的总务，有我们的常务，现场一起为我们开展的大会。那这三件物品都有它主要的名字，那它的名字叫做衣服，可以念的话就一起念衣服，衣服。对，那裙子的文名叫德本，德本。对，那头巾叫达拉，达拉。每一次能够让我上台讲
们一直在开会时好认真的样子，就说我不能逃避，我只要跟他们一起住，才发现原来今年会是一个很好的专题。其实我是自己自告奋勇的跟弟弟说我想当导览员，但是后来就是看到那个导览员的那个群组，然后就传了很多就是要讲的东西，然后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的导览都有很多的老师跟教授那些，然后我每次讲到一半的时候，就会突然被丢一些还蛮小深奥的问题，然后我都会觉得完蛋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但是我也觉得说，这个过程也是彼此互相学习。我因为